14题，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？ A 选项有看到元素的参与是氧化还原， B 选项也有元素也是氧化还原，第三个有看到铜也是氧化还原，那最后一个也有看到铁也是氧化还原，这是可以很肯定的。好，那唯独第四个里面都是化合物，而且第四个里面是碱加上酸产生盐加水，它是一个综合的反应，答案选择猪。